场的就是一所大学了。一所大学 ISU。好的，一开始用了两个连续的跳跃衔接 motion， 好，在空抛的部分做了五组的 toe touch， 好的编排呢是一大一大纵横天下。搭配了金字塔的展现，开始的部分做了一组的空抛空翻，两组的空抛直体，旁边有两个泰克空抛，然后再变成三组的拔腿推斗下。现在是跳跃的展现，那在跳跃完了之后实施了原地后空翻，那落地上其实不是这么的完美，比较可惜的。好，接下来是空翻技巧的呈现，转360度回到地面，再上延伸回胸口，好，两组连接回环，上的是多底层，再登阶上到332金字塔，好的，变成两组牛角金字塔，连接成上分腿，感觉今年走的是动漫风，所有的音乐都是动漫风格。接下来是舞蹈的部分，舞蹈选择的是节拍很强大的音乐来配他的舞蹈，果然是动漫风格持续，然后也剪了中文歌，就用这首让你嗨。金字塔部分做了一样333的金字塔。